你有多久没有在决斗场里面碰到培训天道超了？这位忍者经历过加强，然后后面又削弱，曾经是最强的霸体位忍者，现在也基本上没有人再去用他了。而根据沧海漫广提到的消息，这个忍者已经确认会在5月份大版本更新做出一些调整，但估计改动的幅度不是特别大，可能就是会把那个大的神龙天成范围稍微回调一下。那么再感受一下目前这个培训天道超的实战效果。